宁医生，现在几点了？12点半，正好到点了。刘真跟我说每天要按时吃水果。我刚才不喂你香蕉了吗？你不是不吃吗？啊，苹果，香蕉不是刚吃过了吗？ 宁医生，你不忙吗？刚下手术台，正好是休息时间。哎，你都不削皮的，皮有营养，吃吧。不是，能不能给我削回去点儿？快点，慢点，别扎着嘴。 宁医生，你要不让刘真过来照顾我吧，我看你太辛苦了，我实在有点于心不忍。快点儿的，别等他进尺啊！啊，快！我看你这是公报私仇，你让刘真过来吧。你听好啊，阮连征是医生，不是护工，啊。吃醋了？我们俩现在是公平竞争。 我就喜欢你搞不定，又拿我没办法的样子。我们现在在同一起跑线，你要是追他，那就看看我们谁先到达终点；你要是不追呢，就请你让让道。我看你这恢复也挺快的，估计再过几天就出院了。对，我是要出院，刘征借到期满了，不是也得离开北雅吗？